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更新一个新的工作室，后台录的，策划营业策划相关的工作，然后工作地点是在东京都江东区，工资给予呢是20万到25万日元，要求是日常会换，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详细来公司了解，公司这边有工作说明会，说明会的时间呢是上午的12点，面试呢是下午的15点，详细可以来公司这边了解。